支由清华大学理工科学霸组建的艺术团，成为年轻人热议的网红。他们平均年龄74岁，苍劲的歌声像在诉说无尽的悠悠往事。我说，我建议一下，现在每一块都在跟你说，对你那表情也不是很热烈，所以人家就已经凉掉了。这边再跟你讲，你又凉了，然后又凉了，这样能不能这样？你站中间来。哦，你来，哪一个先？哪一个男生先上？唱完以后，来，转过来，你就转他。79岁的刘希拉是艺术团团长，一位酷爱音乐的热心人。2008年。他与几位爱好音乐的清华同学成立了艺术团。大家在校庆时聚在一起，觉得呢这个时间都不够，该说的话都说不完，因为这一生很丰富，所以大家觉得我们是不是成立一个艺术团。那么转眼我们就10年了。就当男高音唱，你注意什么，你们要跟着好像在，否则你们情绪啊，进不进？好，那我们再来一次，好吧？再来一次啊，走。给我们照个相。好的，那我咱们就把都交给他。我知道。哎，你写这个没事的。艺术团里，89岁的程步时年纪最长，他是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前不久出版了自传，团员们纷纷要求先睹为快。好，你稍微等一会儿啊，还有人啊，还有吗？书里有这一代人共同的青春回忆。我现在只要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到我17岁时独自到北京，初进清华园，来到有清华学堂几个大字的医院大楼报道的情景。疆域就是非常丰富，你心境被它唤起来了。第一小节就有28，那个第二小节又28。第一节就像那个史前怪兽一样的，那个大管子啊，吹低音鼓一响，叮咚嚓嚓，我这绝对打过嚓。关心的是那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今天我们练不练了？不练了。可以练练，那就练。我们走一遍嘛。现在练吗？可以，可以。你先吃吧。在艺术团。程步时意外地遇到了比自己低10届的清华管弦乐团首席刘希拉。我现在有个问题，我发现我耳朵不好了以后啊，听音准有点控制不住了，所以小提琴拉也有这个问题。我低了一点。上次演出的时候，我是说，请刘希拉替我调弦。
89岁的程布什，79岁的刘希拉，两位相差10年的清华乐团首席，青年时代一个奔赴祖国东北，一个去往西南，兜兜转转走过了万水千山，从未有过交集。古稀之年却在这个写字楼里相遇，在音乐的交汇中瞬间找到默契。如今，艺术团已经有100多位团员，他们都来自清华大学不同的年级和专业。最初是曹玉英把大家一个又一个地召集在一起。开始第一次活动就10多个人，那能成合唱吗？分不开声部啊。那我来说吧。我说，我要把这事儿说完。他不好意思说。不是，我不好意思说，我没有把他的。我来没说完，怎么解决人少的问题？挨家挨户的打电话，你来我们这参加活动吧。怎么怎么，我们校友是怎么到一起，怎么，哎。我们家那个电话费也徒增啊，那是天天打电话。每周六，团员们从这座城市的4面8方换乘各种交通工具，只为在音乐和歌声中的一次相聚。张立新和朱凤龙夫妇往返要2个多小时，但这条回归家乡的路，他们却走了50年。这边全都是桃园桃树，现在一棵桃树都见不到了，没地了。张立新和朱凤荣都是上海吴淞人，两人17岁北上求学离开家乡，70多岁退休才回到上海。03年总政批准我们就是可以安置到上海了，比较简单，没有太多的设计。张立新和朱凤荣的家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军人气息，房间不同角落摆放着各种蘑菇云的照片，像是他们全部的青春燃烧蒸腾而绽开的花朵。一开始回来的时候，就是生活上头总觉得有点不太习惯，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长，那回来以后周围的这个小区也都不认识，合唱团到了那以后都是清华的学生，感到很亲切。我没有文艺细胞，不会唱歌。艺术团啊，入团是没有门槛的，只要是清华校友就可以去，所以我们就大胆的去加入了。为了这个不滥竽充数吧，我们自己还得要学一学。平时就不练，他不唱，我唱的多。一有空就唱，练习他更比我努力多了。哎呦，你的伤心，那是我梦中的眼睛。
笑。来，他在那个房，他在房间里在休息呢。哎呀，是。我笑一笑。笑一笑，进去坐。嗯，就是不时给他的儿子一块照相，他很开心，照得很好，他们都很爱他的爸爸。在这里住了40多年，贺雅希的记忆力已经不如往日清晰。也是往后面扣一下，后面。嗯。不是，真抠不着我。不是啊。啊。后面没有扣上。你这么久都没扣上啊？嗯。扣在那个布的上面。坐在家中老旧的物件之间，程不时追忆起4岁那年家住汉阳机场旁边时信笔涂鸦的飞机梦。那时父亲每天要求我画一幅画，欧亚航空公司的运输机从头顶低低的飞货，可是对我就是个很遥远的距离，你摸不着的，够不着的，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种感情啊，它的一种很神秘的力量啊，当时就希望有机会能摸一摸。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清华大学是有航空工程系的，所以我就报名去。从湖南报到北京去，那是很遥远的，但是很遥远也要去。不怕遥远，带着父亲奖励他的小提琴，程不时走在了追寻梦想的路上。不知这个背着琴走天涯的青年学子，当时的胸中激荡着怎样的豪迈之情？1947年的中国战乱动荡。安稳生存尚未解决，飞机工业的前景更是一片渺茫。满心抱负的程不时似乎感到了有点生不逢时。新生入学的时候，系主任就跟大家讲，你最好转别的系，你像什么机械系、电机系，这个社会上有需要的嘛。那航空系，这个航空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发展。所以果然就有些同学转系了，但是不行，我想起我这个航空志愿，那不是一般的打下来的志愿，我是抗日战争时期那么辛辛苦苦血与肉的战斗中间下的决心。这个我不换。嘴上执拗，但程不时心里并没有底，本来清晰的梦想变得模糊起来。直到2年后的秋天，情况似乎有了转机。他站在清华园内，再一次抬头看见了飞机，那是新中国空军的飞机。我当时正在场，仰着脖子看到忘乎所以。后来我向一位同学讲起当天下午有飞机在运动场上空飞行，他笑着对我说，我也看到了，当时你兴奋地大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开国大典提灯游行的夜晚，
程不时与清华同学制作的灯笼点燃了他跃跃欲试的飞机梦想。我们是航空系的，我们应该表示我们的心愿，我们要做一个飞机灯。那不是一个灯笼，而是里头按照飞机的结构，飞机里面是有梁的，是吧？所以我们找了几个木头，撑了梁，然后前面一个螺旋桨怎么办呢？我们后来看见那个，食堂里头有一个风扇，一个大风扇啊，这个风扇好像不用了，不要了，把它卸了，我们用一下，把这个大风扇装在前面，大螺旋桨。凡是最有创造能力的人啊，他都是不是条件论者，他都是创造一些条件把这个事情弄成。我们推着这盏灯经过北京的大街小巷，群众就高呼，就希望你们将来真的为中国造出飞机来。我走到这个飞机旁边，这心潮澎湃，就是感到很吉利。飞机工厂的设计师们正在讨论一架新的喷气式飞机设计方案，它的名字叫101。26岁设计尖叫一，27岁设计初叫六，28岁设计勤工号，29岁设计尖叫六。当程不时带着自己的飞机梦腾空而飞时，他的学弟学妹们也怀着同样的热情考入了清华园。就是想当科学家或者当工程师这样的，当时原子能是尖端嘛，所以我前面的志愿都是有关原子能专业。1959年，张立新如愿考入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他的高中同学朱凤荣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留苏预备班。第二年，因中苏关系变局，留苏预备班停办。转入工程物理系的朱凤荣与张立新在清华园重逢。学校里他当时好像没有人谈恋爱，他有想法，我是没想法。我有想法，但是没有谈。1964年10月16日15时。轰动全世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没有花前月下，这一代人的青春岁月最深的记忆是国家的激情时刻。跳啊喊那就跳，然后呢就很自发的就在学校里面就转圈游行，转圈游行，很激动很高兴啊。这个我们国家能够制造了原子弹。毕业后，张立新丝毫没有犹豫，跟随部队奔赴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分别的一刻，他和尚未毕业的朱凤荣拍了一张合影，似乎想用照片的边框锁定二人的缘分。尽管在国家的召唤下，缘分的去向并不可知。杀手里第一次听到曹禺英的歌声，
是在清华园通往教室的小径上。请你带领我吧，我的小路呀，跟着爱人到遥远边家。右手弹，右手弹。他是我们学校的小夜莺，唱歌太好听了。我们那个时候啊，每周有一次活动，每一次都是他给大家表演独唱，在走廊就听见他的歌声了。我们同学说：“哎呀，曹夜莺唱得太棒了，太美了。”可爱呀，全都一。我想来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金婚纪念日。画我们老先生画的很像，画我的那个好像稍微差点，但也总的来讲挺像的。当曹玉英在清华园出场《爱情滋味》时，他的学长程不识也在沈阳飞机工厂遇到了让自己心动不已的女生。有一个这个玻璃缸的结构也是参加设计的。这样讲，这样讲要骄傲的。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有的时候。贺雅希的记忆力正在慢慢衰退。面对运石的海报，他已经记不清楚当年自己为之付出过多少艰辛了。但朱凤荣依然清晰地记得50年前去往戈壁深处那条铁路的每一座里程碑。那是一条追随爱人去远方的路，每一公里都是幸福的刻度。当时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他也没有告诉说我们是干什么的，但是我有隐隐约有感觉，可能是搞核试验的，因为核试验就在新疆嘛，对吧。那年他26岁，一个人带着2箱课本，坐了3天3夜的火车前往张立兴所在的部队。
下了火车还要坐7个小时的汽车，颠得很厉害的，你坐得上的给你颠得能跳起来，那个车厢板比较矮，你站住的话你起码都要这么能扶得住嘛，所以半蹬半坐半站的就是700公里呢。朱凤荣说很久没有回忆这段搓衣板路了，现在想想觉得年轻的时候好有趣。分别时的合影似乎真的框定了二人的缘分，牵引着他们穿越茫茫戈壁和政治风波始终连在一起。由于张立兴的家庭成分，组织要求二人终止恋爱关系。我这个人恐怕是也不是说轻易就能动摇的，我说赶快结婚，他要是被清理出去了，那结婚是不可能的。我们两个人就趁这个还没有下这个他走的命令之前，闪电式的结婚，赶快去办理这个结婚手续，打他个措手不及，不选日子，第二天就办。今年金婚，12月12号，好日子。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出来？哎，也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江流石不转，无论阔别的故乡容颜怎样改变，但河流依然向着大海的方向。那些惊天动地又隐姓埋名的青春化作灯火，留在记忆的远方。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韧性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得愈发重要。The importance of China has increased very significantly. The whole Eurasian continent is emerging. You can see that. 婚后分居8年，程不识与贺雅希第一次有了一个家。那是1970年，大飞机运石项目从全国抽调设计人员。在沈阳飞机工厂的程不识和在北京航空工业局的贺雅希被抽调到上海。因为我们在龙华机场，龙华机场是上海废弃的一个机场，有的这个设计组呢是摆在那个集装箱里面，开一个门，那么里面摆几个桌子，一个小组就在里面工作。上海很热，所以我们就是用报纸把手包起来，把脚包起来，他手上的汗滴在图纸上。数十万张图纸可以铺满一个飞机场，当年的设计场景依然历历在目。航空局有的熟人就趴在我肩膀上，凑着我耳朵里头讲：“你们设计飞机
飞得起来吗？要提这个问题，我真的很生气啊！我说，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啊？我们是什么？我们吃的就是这个饭，学的就是这个学问，干的就是这个事，为什么飞不起来？经过十年研制，运石终于腾空而起。程步时亲自乘坐它，穿越世界最危险的喜马拉雅航线，到达西藏。然而，一场始料未及的变故突然来临。1986年，政策调整，刚试飞成功的运石被迫终止，科研团队也被解散。造飞机不如买飞机，买飞机不如租飞机，就这样下马了。人心浮动啊，人心浮动。飞就越飞越远，飞越远，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种感情啊！这希望有机会能摸一摸。年少时仰望天空，那触不可及的飞机梦，在即将登顶时从指尖轻轻滑落。时过经年，似乎还留着余温。回归家乡后，除了校友合唱，战友聚会也成为朱凤荣和张立新最日常的生活。每一次聚会都离不开对戈壁的回忆。这是80-23，这个还是很珍贵的，很贵的，嗯，中国人民解放军80-23部队，嗯，看今天都是做隐形埋名人，哦，这个保温杯，然后，这是红山来了，这是红山来了，红山他们拍过照片，红山第一印象，荒凉，就是我们去就是空的房子，我们去的到红山时候，就是一个房子，啥什么也没有啊。我们一个女兵排就是大学生，荒原一片，很害怕的呀。晚上我一个人下班，照了个手电，打着手电就走，就看到了那个狼就在那儿盯着你，眼睛亮亮的。你眼光要凶，你不能怕它。我首先就把大皮帽子拿出来，就它砸过去，正好砸到它脑袋上。第二步我已经想好了，我腰里有个腰带。部队的那扎的那个腰带，我把腰带都抽出来了，准备和他搏一搏。在这个连队当年还是有作用。这是后来的了，彩色的了。10、9、8。空中核试验，我们的样品从哪儿来呢？空军驾着飞机。穿过这个蘑菇云，把那个烟云里头的物质给取回来，和我们来进行分析，来诊断了是否正常，威力有多大。我们的仪器设备当时灵敏度都不够啊，
他们的冒着生命危险就取那么一点样品过来，几分钟一下样品就已经烧光了，没有了。这个结果是很不满意的，我必须要弄出来，就想办法。为了对得起取样的飞行员，朱凤荣没日没夜地做实验。你连续作战，他身体就不行了，白血球降到2000，是吧？这个眼睛白内障，动手术。我们搞的是看不见的刀山火海，可能有多少万、上百万是人参与了这个。继续参与应该。这是我。运十飞机首次试飞的成功，是和三机部的有关场所以及全国各协作单位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这一令人鼓舞的程步时的电脑里一直保存着运十首飞时的纪录片，每次有客人来访，他都会播放这段视频。40年前，程步时亲手为纪录片配乐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然而时过境迁，似乎运十对他来说更像大学时排练的第一首曲子，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他没写完他就死了，只有2个乐章，他第3个乐章还没写，所以这个曲子是一个悲剧性的曲子，只有2个乐章，但是他缺了以后，就2个乐章已经反映出他的创作的动机。这地方都是汗水、松香，都是那个白的，我都把你清理了。那个因为老琴呢，尤其不能多做，就要有老琴的味道。这把琴是好友从维也纳买来送给程步时的。拿到琴时，上一个主人已经在上面刻了1912的年份。这把琴100几岁了，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调侃，这只是一把老琴而已，从音色上说。并不是一把好琴。像济宁那样的就是不错的，不错的哦，基本功是有的。再加上你工作比较忙的话，就练的不够了。不是。你这声音怎么样？有点沉闷。挺好的。我告诉你，别，我借你看啊。2017年，新一代国产大飞机 C919 首飞。87岁的程步时作为顾问被请到了现场，见证后辈设计师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大飞机之梦。世界的事物都是这样，并不是简单的直线的进行的，总是有挫折有什么的，所以这个也要看淡。
从戈壁归来的张立新和朱凤荣都已经成为了少将。这对将军夫妻依然习惯简单的军人生活。我只是搞科研还可以，其他的我都不会。话以前呢，我们看电影，看一个校官都是神气的不得了哈，就觉得了不得。哎，当了少将以后，好像也就这样啊。我觉得我们是属于很有运气的，对，有这个机会参加到这个场头来，参加了个惊天动地的事业。尽管我们在里头是一颗螺丝钉嘛，小小螺丝钉。这是第一颗原子弹嘛，烟云比较漂亮，这个烟云漂亮。在青春埋葬的苍凉戈壁，他们依靠志同道合的默契，相互拥抱，给彼此温暖。张立兴展示朱凤荣工作中飒爽的身影，却鲜有自己。因为他们工程化学系辐射更大，很少有机会拍照片。拿起照片，朱凤荣神情中忽然流露出某种留恋。他淡淡地说，也不是只有艰苦，也很美，有雪山，也有蓝天。成布什的床头竖立着一块奖牌，美国红星飞行员协会设计奖，他是唯一拥有这个荣誉的中国人，因为他设计的初教六飞机在美国卖出了200多架。2002年，退休在家的成布什意外地接到美国红星飞行员协会的电话，邀请他到美国参加编队飞行。我72岁的时候登上了我27岁的时候设计的飞机。有人说你一辈子别的飞机都没设计过，就设计过一个初教六就够，就够了，一辈子够了。成布什在自传中写道，27岁画下第一条线时，他自信这是一架好飞机，但72岁还受到如此好评，却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与初教六的这场告别与重逢，就像载着飞机梦的人生一样起起伏伏。嘿嘿，来了。那我下来好吗？不行。好，我下来了。好。好的，好的，我走。好，再见。不是啊，别走啊，你到那边去看电视好吧，我今下午去唱歌，5点钟快点，4个小时好吧。回来哦。好的，小心点哦。好的，没问题。今天他们要唱《共和国之恋》，这是成布什最喜欢的歌。他歌唱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者，在落后艰苦的环境下，依旧实现了技术的突破。我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憋住那个气，我们70、80岁了，只唱《我爱你中国》，跑到台上去，高歌祖国的时候，引起全国的
很多的分享，这就是这些人为祖国的建设，他们投入了很多，甚至他们在歌唱祖国，这点就很动人。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最动人的这个情绪很完美的表达出来，而且完全是靠声音。